大家好，我是牛舍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各种头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小猫，来第一个头，来这是猫头，好可爱哦，哈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二种头，第二个头，来第二个头是鳄鱼头，哇哦，真够可怕的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丑男头，真够丑啊！喂，你讲话也太伤人了吧？开个玩笑啦。喂，那今天要吃这个鳄鱼头，也太恐怖了吧？你看我是要吃这个，没错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吃鳄鱼头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这个鳄鱼头啦，也算是我们近年来吃过比较可怕的东西呀，我们特写一下好不好？其实有点可怕哦。那这个鳄鱼头，据说啊，拿来煮汤，它的汤头会很好喝啊，胶原蛋白很多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简单做个介绍哦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鳄鱼，感觉好像没什么肉了哦。啊，它皮的话，我们摸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皮，它触感就硬硬的。它摸起来就很像那个鳄鱼皮包的那种感觉啊，哦，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真的是肉不多，所以我打算给它做成鳄鱼火锅当汤底啊，如果有肉的部分，到时候要吃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准备料理喽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先弄汤头，先准备一个鸡汤块。好，我们加好鸡汤块之后，我们来放个葱姜蒜。对啊，怎么会有小卷呢、啊？因为这是卖场卖的那个套餐呢、啊，哦，因为我懒得切葱姜蒜，所以就直接买套餐比较快。因为这是原本是要快炒的，快炒小卷、啊、有葱段，又有姜，哦，又有蒜片，简单明了，更快速哦。有钱就是任性。欸，哥，所以火锅料呢？火锅料买完这个就没钱了，这么可怜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小卷啊、哦，经费有限。那我全下了，全下了，会不会很不太行啊？不太行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正在放入我们的主角鳄鱼头。我们先煮这一面，另外一面再翻过来，再煮它的嘴，哦，煮个两三次。鳄鱼在泡澡。对，好啦，各位朋友，我们静等十分钟，等等试试给大家看哦。炖好啦，阿勇香不香？浓浓的海鲜味，好香哦！赞赞赞赞赞！各位朋友，我们马上开动，我们马上来先试吃鳄鱼头，好不好？我先把它拿出来放在这个盘子上。哇，够不够面？徒手拿，铁手啊！心里很烫哦。啊，煮熟啦，手煮熟了，拿起来手也熟了。我们现在哦，正面哦是基本上是没什么肉的，我们给它翻过来，翻过来喽，哇、哦，有够烫的。哦，你们看一下，内有乾坤哦，也是有肉的哦，哦，我们来吃给大家看。为什么？它为什么会长这样子，一球一球？那是瘤吗？别乱讲了，这应该是脂，应该是胶质或脂肪，试试看哦。什么感觉？胶质很 Q 哎、欸，胶质。至于它的味道呢，没什么味道，也没有腥味，没有腥味，没有腥味。来，用你试试看，先试看那个胶质，喂到鼻子去。喂，那掉你的压箱饭了啦？怎么样？很像脂肪的，那这有可能是鳄鱼脂肪，没错。啊，是吗？没什么味道，没味道。就像吃牛肉那个筋差不多。哦，对，像吃牛肉筋，牛筋啊，形容得很好，有像有像。好，我们要吃第二个总部位啊，哦，看一下哦，因为它没什么肉啊，来研究一下。啊，这个看到了，这个肉把它夹下来，哇，很有嚼劲哎。我感觉那边蛮多肉的，嗯，蛮多肉的。看起来像是它的那个，好像用手啊，脸颊肌吗？来，我们这应该蛮嫩的哦。脸颊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来特写它长什么样。有一点点像鸡肉啊，鱼肉或鸡肉，好来，好试试看哦。来闻看，有点腥味，对，鱼的味道，有点鱼的味道啊，试试看哦。它吃起来有点像鲷鱼，又跟鸡肉的口感一样，鲷鱼的香味，鸡肉的口感，好吃啊。哦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没什么肉，好吃。好，来看，请阿佑来试试看，因为每个人吃起来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。这是用什么拿 ？Man 哦！哇！哇！你把那么大块肉捏走了，我等下吃什么？看了，嗯，我吃看看喽。嗯，怎么样？它其实真的蛮有嚼劲的，跟一般的鱼吃起来不太一样。
鱼都是入口即化，它这算比较有嚼劲，是不是像鸡肉的感觉，鸡胸肉那种概念？可是我比较觉得像鲷鱼，对对，我刚才讲的很好，鲷鱼片啊，又有那种鸡肉的口感，有嚼劲。再来，我觉得要喝看看汤头啊。哦，汤头讲的没错，因为我们刚刚炖了差不多十来分钟了，应该汤头的鲜味都出来了。来来来，来，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喝喝看汤头喽。蛮好喝的，好喝哦，好喝，不知道是不是小卷的味道。我们加小卷下去提味，跟它配合起来，天衣无缝，666。重点是没腥味啊。嗯，好喝。没想到我们乱煮的还别有一番风味哦。我会想要一碗再一碗，然后好喝哦。我们还是要把那个鳄鱼当主角啊哈！我们把它扯开一下哦，把它嘴张开看看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？你小心点，它有牙齿。它牙齿很利耶。对啊，很利耶，那可以吗？有洞嘞。哇，好硬哦！还是你用筷子把它撑开？哦。哇！哇哦！啊，这样子放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哇哦！哎，这个其实有没有像那个？那个玩游戏，你在玩那个按牙齿卡的那个，这超厉的好不好？你慢慢感觉流血，就要断掉好不好？你感受一下。哇！好，我把它嘴掰开，毕竟我们要杀肉。啊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开呀开开！哇！各位朋友，这里上颚也有肉，我们吃看肉。上颚也有肉，上颚有肉。这边肉蛮多的，你看这里一大块，这里啊。来来来，我刚刚都没有吃到大块的，这块给我好了。操！你的脸。哇，哎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刚都没吃到大块的，这块够大块了。感觉它也特别嫩哎。蛮不错的。好吃，各位朋友。我们吃吃看它的上颚咯，哦，它上颚也是胶质，哦，胶质，你看我慢慢抖，一样是跟刚刚哦，我吃那个表皮的那个皮肤一样，很有胶质，很有弹性，只是它这个皮哦，哇，太有弹性了，完全挖不起来，这应该比较适合煮汤啊，煮要化掉，来吧，试试看，我有你要喂我。这个蘸五味蘸很好吃哎！哦，这个比刚刚还有嚼劲，对，有哦。其实这里有肉哎，这里就是那个它上颚这边，你看给它刮下去，给它缠起来，有没有？这里哇，看看，特写一下，这里很多肉哎！哇，上颚哇，也太多肉了吧？嗯，你看，对啊，上颚这么多，我也算内行，可能它这里肉质不太一样哦。我们来挖挖看，它是不是有点深啊？把它挖起来，再拿去烫，穿烫一下，因为它骨头比较。厚一点点，不然整只再泡下去看看好了，那我们把上颚泡进去再泡一泡，再吃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比较快。啊，真的看可以，很可以。好，我们加热完成了。哦，我看一下，都熟了，都熟透了哈。刚刚这一块，我刚刚铲的这一块，吃给大家看，哇，真的很多肉。我直接用嘴咬，你看嘴对嘴，要吃到牙齿哎。嗯，跟那个肉一样，嚼劲差不多。嗯，好吃啊！我们的荧幕就架了，好不好？我跟阿勇把它停掉，阿勇之后吃完跟大家讲感觉怎么样啊？感想，好不好？大概讲一下心得啦。严格说起来哦，有点贵啊，但是蛮好吃的，算是可以尝鲜尝鲜的。阿勇，你觉得？觉得它少了一点什么东西？嗯，舌头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我刚刚掰开，看你看舌头。啊，为什么啊？是被处理掉还是它没有舌头？蜥蜴有舌头，应该鳄鱼也有，因为他们是亲戚嘛。严格说起来是非常好吃的哦。我们买这个头啊，大概600块左右，好像称斤的啦。啊，忘记我买几斤的，还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如果全家人啊，多点火锅料，应该是蛮不错的。我们今天煮的太少了，比较单调一点的。你看我们吃的很干净哦，
这是皮啊，这个皮太硬了，基本上我们该吃的都吃干净了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自己上网去查一下，应该通常找不到。我们打鳄鱼肉，你再问他鳄鱼头有没有卖，应该几乎都买得到。有兴趣朋友自己去买。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将要结束喽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